为了逃避写作业，你都用过哪些招数？是假装身体不舒服，还是谎称作业本丢失，又或者直接甩锅家里的狗子咬烂了作业呢？但是这些招数在一位山东临沂9岁男孩面前简直弱爆了。他为了拒绝写作业，捅破阳台纱窗跳窗出逃，而他家住在20楼，好在因为人小，他卡在了19楼的小阳台里，太吓人了。孩子们可千万不要学他，回头啊，这补写作业那是必须的。另外，安全教育这项作业，咱是不是也得好好补一补呢？